来听题，人体含水量百分比最高的器官是什么呢 ？A 是肝 ，B 是肾 ，C 是眼球。你说 A 是什么 ？A 是肝，应该是眼球。你是学医的吗？不是，我觉得那个眼睛老流泪，你看它都没关系。人的所有的水需要通过肾脏排出啊，对吧？要不然怎么会起泡呢？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是个，我的个天哪！气泡狂人，你火了，你最后选择一下是肝、是肾还是眼球？我的答案眼球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我只能说你害人不浅。他答对了是吗？他答对了，你要接受。再来一格，憋一会儿，还是站起来服输。智力考验，男孩命悬一线，他能否逆转乾坤，反败为胜呢？大结局马上揭晓。再来一格，憋一会儿，还是站起来服输。憋会儿吧，再憋会儿。憋。恭喜，真是个汉子，给你们的队露脸哈。你们是不是觉得他挺光彩的？你们就坑他吧，你们不在水里泡着呀，我们加水了啊，谢谢，闭嘴啊，哎，那不能给他，不能给，给那也算输了啊，实在不行就喝一点也行，我这玩命灌，你玩命喝啊，不行，喝完你还能尿出来呢。好吧，好吧，算我没说，来加水。实在不行了就起来啊，别憋坏了啊，你起来我们好往里摁你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停，可以了，停，郭老师赶紧问题吧，赶紧问题吧。好极了，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能出水回答，赶快回答。冰糖是白砂糖做的，对不对啊？冰糖是白砂糖做的，对不对 ？No。啊？对吗？ No. 你说的什么？ No. 你说的什么？ No. 你说什么？停！加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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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正确回答应该是对。虽败犹荣，啊！你太了不起了！来，我们把水加满。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吧。啊，真不容易，憋了这么久啊！我宣布一下，我们这一期的获胜者是女孩。让我们为她欢呼！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。辽宁卫视你好达尔文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。